这首乐曲我不想多讲了，因为我们学过《新婚别》以后，我们就再来拉这首曲子的话呢，对这个意境的处理、结构章法的分析都有些雷同。我们希望大家能按照我讲《新婚别》的要求来掌握好这首乐曲。那么，关键是旋律上的一些特点，这首曲子呢，是山西的民歌，山西与陕北交界地方，这个地方的民歌，很旋律很动听，很优美的。那么我们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呢，作为兰花花这个姑娘的形象的演奏呢，不要太硬。哒嘚哒哒哒哒嘚哒，嘚哒啦滴滴耶咚。嘚哩当梆，滴答答，很连贯，很流畅，表现兰花花天真啊，无瑕的那种姑娘的一种性格特点，很淳朴。但是它后面呢，有一些快板啊，表现姑娘比较活泼的性格，比如。拉得很短促，很轻快，啊，有兰花花这个姑娘的很活泼的心理状态啊，一种情况，那通过这样的演奏呢就可以到位。那么这段快板要跟后面那段反抗的快板要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反抗的那些嚷邦邦嘚啊嘚，他要求强烈的反抗，啊，被抓以后他要反抗，他要逃出来，有这种，那么这要有很强的强烈度。有演奏，所以呢，这个处理演奏处理基本上跟这个新婚别的处理都是应该是有点雷同，有点差不多的。我们主要希望老师呢跟学生很好的把这个结构章法一段段分析，要教会学生从这个情绪转到那个情绪，从那个场景转到这个场景，这种转折的时候，气口与气口之间的交代，这些都要做到到位，那么这个曲子就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了。